在我脸上的这个防晒也卸了，我用的是这种卸妆油。然后接下来呢，就是用一个氨基酸的洁面，再做一个二次的清洁。我就用这么一点就够了。它都是冰冰凉的。 OK， 十分钟以后再见。用一个视黄醇的雾面，而且我就用特别的少，就用这么点。